插不进西河替换一门零封火爆后，一门竟公然发问质疑，你们是不是演我？一门的这一波操作看傻了网友们，估计大仙都懵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最近关注明年 KPL 春赛席位赛的仙也都看了 MTG 插不进和火爆的比赛，三战队中只有两个 KPL 临时席位赛名额，而就在比赛中，第一场是 MTG 对阵 XYG， 与以往不同的是 XYG 的辅助换上了一门首发，结果除了第四局鏖战二十分钟险胜外， XYG 其他四局都惨败给了 MTG， 一局风暴龙都没有看到，最终以1-4败给了 MTG， 这让首发的一门有些难受。但最尴尬的并不是输给了 MTG， 是隔天 XYG 4-0零封了火爆。有人会问了，赢了有什么可尴尬的呢？因为看过比赛的都知道，当 XYG 败给 MTG 之后， XYG 对阵火爆时经常没怎么跟训的西河换了上来，结果这场比赛 XYG 全员在线，全场力压火爆战队，将其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可以说比 MTG 打他们的那场比赛都漂亮。所以所谓的尴尬指的是辅助一门，他首发 XYG 被 MTG 打得很惨，换上西河后就将火爆打得无力还手，导致很多人质疑一门不适配队伍，还得是西河首发。但要知道，同时也不排除会有人认为几位队友在演一门，曾经的 KPL 选手不是没有过，可后者只能意会，因为没有实质性的证据，毕竟比赛时与状态和队友的强弱也有关系。可由于 XYG 这两次的结果落差实在太大，赛后让人没想到的是， XYG 一门竟公然发文质疑队友们，我吃饱了想通了，我感觉你们是不是演我，你说是不是西河，全文艾特所有队员。紧接着秀豆回复道，我没有阿强，为了补偿你，我把下次直播机会让给你，都是兄弟不用客气。萤梦则回复一个六字，其实这件事乍一看放在谁身上都不会理解，哪怕是老板大仙。但说回来，一门能发这样的质疑，能感觉到明显是用调侃的语气，从回复能看出几人的关系有多好，不然一门完全可以沉默让粉丝们冲就完了。并且还有一点，选手发微博应该都有运营的允许，很可能就是插微机怕粉丝们带飞节奏，才让一门先将节奏带出来，转变被质疑内部有矛盾或其他不好的影响，所以仙粉们看个乐子也就算了，只要插微机赢了就比输强。毕竟还是那句话，状态和对手不是他们自己能掌控的，他们的资历还谈不上演队友的段位。同时每到这个时候，三旬老板也都操碎了心。